再见啊，谢谢啊。男生呼唤回家吃饭，今天冬天真的是好丰盛，谢谢这个烤冬菜来一点味道，有一点绵长的味道，特别好。想起的温暖，只盼望回家吃饭，回家吃饭，回家吃饭，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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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是中国好厨子能不能做到，多吃啊 good， 你是实力派的，对呀、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一颗呀小白呀，我的眼里只有你，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这儿要火能不演吗？哎呀，还变态，我是来砸场子的，小丫姐已经忍无可忍，你才见没有这本事怎么能当威后呢，谁跟你说的呀，月里是新年哪一呦喂，没玩去拜年哪火喂，金丹银儿酥，哎呦阿姨，哎，做饭前您先唱上了是吗，是啊，呵，这歌声嘹亮，我还以为这变成练歌房了呢，您的声音还真好，谢谢，歌声嘹亮，这个厨房变得就特美好是吗，啊是，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爱唱歌的阿姨，跟我们这个从40岁才开始学面点的我们的冯大厨、哦、今天呢开始在现场的跟大家来进行这个美食上的这个沟通跟交流，是不是，这样阿姨您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好，我叫付小英，平时喜欢唱歌喜欢做美食，嗯，您不应该叫付小英，您叫付百灵，因为歌声特别美，是不是，好，就这样了、哎、好嘞，我们来请这个大厨介绍一下自己，哎，我叫冯怀山，嗯，是那个这儿的主场，哦，这就是我的工作的地方，平时这就是您大展拳脚的地方，是不是，对，今天呢我们热爱生活的付阿姨跟冯大厨呢将开始进行美食上的这个沟通跟交流，两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美食的这个兴趣爱好啊，可能不是从特别早时候开始的，咱们边说边聊聊了各位的故事好不好，好好好，那阿姨先做什么，今天我给你们做一道丝瓜虾仁烧面筋，特别好，我特别爱吃丝瓜，是吧，那太好了，咱们这边做边聊好不好，好，那现在呢我先把这个虾仁呢用那个小苏打水泡一下，哇哦，好够了，嗯，这现在是放了，这是小苏打，泡一下以后呢，它就会口感很好，那个脆脆的，就没有这个鲜虾的那种很韧、不好咬的那种感觉。这道菜经常在家里做。啊，对，因为孩子很爱吃这道菜，而且丝瓜呢，对女孩子来讲它是美容祛斑的，对老年人来讲呢也好，它是那个通经络的。一讲到孩子就讲到美，一讲到自己就讲健康，是吧？对。不过他这道菜确实是很好，你看有肉馅儿，有面筋，还有冬笋，还有虾，嗯，还有丝瓜。好，这个呢，先放一边泡着，切点姜末。切点姜末。放一点点生抽，就是调一点味道啊。放点这个蛋清呢，这肉馅儿会很嫩，是吧？对，嗯。咱们放完姜放完鸡蛋清之后还有重要的一步，就是放这冬笋，是吧，对对对，放一个冬笋呢口感比较好，脆脆的，吃这个肉馅的时候也不是很单调，好，馅差不多了，现在是这个把这个肉馅儿塞到这个面筋里面，对对对，您就一个小口然后揣进去，对，不要揣太多了，基本上就是这个面筋烧完了以后吧，一口能夹到嘴里边就可以了、嗯、阿姨平时您在厨房里经常唱的频率比较高的有哪几首歌，这个不一定看你的那个心情，那咱们设想一下今天晚上女儿要把女婿带回来给您瞧瞧，嗯，您在厨房里正做饭的时候、嗯、您要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呢，表达高兴，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
城，今天是个好日子，打开了家门，怎迎春来。哇，您这跳这么高啊！您走的是女花腔那路子，是吧？下场很高兴，就是。您是后来才喜欢唱歌的，是吗？我呀，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那个时候呢，不会用嗓，不会唱，再一个呢，没有时间。嗯，后来这退休以后呢，我就想，就把自己的爱好呢，一定要追求一下，这样也自己呢，这一辈子呢，也就不留遗憾。还做几个，我帮您弄。啊，快完了。嗯，人家说女为悦己者容，别人喜欢吃菜，自己才高兴，是不是？您唱歌不能光唱给自己听啊，您有没有唱给这个老公，唱给孩子们听？给孩子们听啊，比如说我女儿那天和女婿一起去领证，我的女婿要和她求婚嘛，我觉得今天是个好日子呀，我说拿什么送给他们礼物啊，你说别的东西现在的孩子物质上也不需要什么呀，我就想我要唱一首歌送给他们，然后我就用手机用那个全民 K 歌，我就录了一首蝶儿飞，然后我就用手机给女儿给女婿发过去了，哇，把他们给感动得不行啊，听着就特感动。在自己最重要的时刻收到了妈妈的祝福，妈妈是唱出来的，你想想什么感觉啊？歌名也好，叫蝶儿飞，是不是？对，这一辈子要成双成对在一起。对对对，意义特别好，歌词写的也好，嗯，主要是表达了我的心情嘛，我的祝福。咱们现在来切这个丝瓜，这个丝瓜呢就滚刀切就可以，滚刀块，对，滚刀块，好，基本上这个滚刀块跟面筋差不多大，对，我再切两片蒜，搁点蒜，行，现在最主要的原料呢咱基本都弄好了，就差这虾了，虾还泡在这个苏打水里面呢，对，我现在把它给捞出来转一下，你帮我把火点上，好，一会儿就是整个整个的虾是吗？对，冯大厨，一般您要是做的时候，这丝瓜您会怎么做啊？丝瓜好多种做法，做汤也可以，就比如说刚才这馅儿，酿到丝瓜里头去蒸也特别好。先把虾给它煸到差不多有七八成熟吧，然后把它给它盛出来。基本上这虾对变红，咱们就把它弄。因为虾很好熟，用蒜爆香是吧？对，然后就借着这个油，然后把这个丝瓜煸一下。要多煸一煸，煸透了。你帮我拿一个盘子。好嘞。这个也要盛出来是吧？嗯，对。好，起锅喽。这里边倒一点热水，烧面。哇哦。然后把这个面筋呢放到里边先烧一下。要倒一点这个鸡汁，提鲜一下。对。烧的过程当中，里面那个馅儿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熟。对对，稍微的烧一会儿。让它烧的差不多有六七成熟的，把这个丝瓜再倒进，再倒进去，对，差不多了哈。好，现在把这个丝瓜也放进去，加一点点盐，不能太咸了，因为肉馅儿是咸的。可以看到小火，现在这个已经塌了，再盖上盖儿，有的那面筋还不行。哎，这种菜就是连汤带水的特好。而且汤菜，汤菜，对，就是来一碗米饭就 OK 了，里面有蔬菜，有肉，还有虾，对，软和了，软和了，行了，然后把虾仁放进去，让它吃一点这里面的味道，看着就有食欲，好，差不多了，然后呢，再来一点点胡椒粉，为什么要放胡椒粉呢？这胡椒粉就是放到丝瓜里头去腥去，对。好，出锅喽！看看怎么样，有食欲吧？特别有饭店范儿耶，是吧？嗯，好。您先加哪个？我先加丝瓜。我先加面筋丝瓜。您呢？那我就来一个虾仁吧。呵，来吧，咱们分工明确，每人吃完之后谈自己的感受啊。大厨尝尝，给我评判一下。嗯，再来个面筋。嗯，哇塞。怎么样？我咬这口面筋的时候，我刚咬进去，里面就跟灌汤包一样，里面还有很多汤汁儿。当你吃到馅儿的时候，里面还有那个冬笋，特别脆，绝对
肥瘦搭配，甜咸搭配的一道非常好，非常好，是吗？味道非常鲜，我来尝尝。你看那个丝瓜非常软烂，而且你看颜色还不变，这个丝瓜特别难烧，烧不好它就发黑，是吧？啊，好，大厨通过了，那我这道菜就成功了。虾呢要经过小苏打水泡一下，这样虾仁呢很脆。肉馅里边呢放笋，这样呢就是肉馅的口感呢很好吃。先烧一下面筋，烧五成熟的时候再把丝瓜倒进去一起烧，快要出锅的时候再把虾搁里边混一下味道就可以了。太太乐调味品呢喊您回家吃饭，同时呢太太乐调味品提醒您，如果想做这道菜的话，赶快用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你看多好吃的菜您就会做了。冯大厨，阿姨已经露了一手了，人家唱歌特好，做菜也特好，听了阿姨的故事您现在感觉怎么样？非常好，这么热爱生活的人太好了。听说您在厨艺上面也不次于他，您也特爱生活是吗？对，我主要是追求美食。听说您在40岁的时候在美食这条路上换了跑道是吗？对，为什么换跑道呢？因为我以前最早是学的小吃，小吃这行是吧，你学完了他就在这儿，东西也没什么新鲜的，而且显得糙。我呢就要升华一下自己，这是40岁的时候，我就去学宫廷菜，宫廷点心。原来是小吃，现在做宫廷菜。您今天要向我们展示什么？我做一道是抓炒里脊。抓炒里脊呢是宫廷四大抓之一，哪个四大抓呢？等一会儿，咱边说边聊，好不好？行，不能现在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他该换台了。一会儿咱们边说边聊。做这种菜啊，我认为啊，越简单的原料，它是越复杂做出。这个菜呢，你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块里脊。这个抓炒里脊，因为你去要炸，所以呢，我们不能切太薄了，太薄了没有口感。一炸干了，所以要切厚一点。大厨，我问问您啊，这个四大抓是哪四大抓？这个抓炒里脊，这是其中的一个吧？抓炒腰花，抓炒大虾，抓炒鱼片。绝对都是大菜，是不是都扛饿的菜？这个菜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有一天皇上要吃饭，厨师没准备，那怎么办呀？说厨房里有什么东西就随便拿回来，抓吧抓吧，炒吧炒吧，就这么来的。这都是传说啊。这也太应付皇上了是吗？这没想到，可能皇上肯定是特别爱吃，特别爱吃，所以流传下来了。完了这个呢就是一个应急菜。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能判断这道菜其实制作方法非常简单。对，速度比较快。对呀，完了这个肉片切完了，我们搁这儿搁点盐。好，用盐腌一下。完了，搁点料酒，给它腌点底味儿。不会，这就是那抓吧？对，这就是抓嘛。一会儿还要抓。咱们这是玉米淀粉。是要挂浆吗？就是挂浆的意思。这里头呢有一小窍门，这光使淀粉呢，它哗哗往下流，你抓不住。稍微的搁一点面粉，炸出来又酥又脆。完了，咱们搁点水，凉的热的，凉不凉的？好嘞。少来，好，先和着来，对，稍微差一滴水，它都给你这么大反应，你看它都吸了，是吧？看来这个还是挺有讲究的。对，挂薄了它肉炸干了，挂厚了它面太多，你看。要调成这样，自然往下流，它稠就行了，这样。完了，咱们做油锅。哇，放这么多油。这个得宽油，要不然这点肉炸不开。皇上吃油那，海了去了。完了，趁这会儿油热的时候呢，咱们调个汁儿。好，这就是这个菜的关键。好，这是糖，绵白糖。嗯，一勺、两勺、三勺、四勺、五勺。五勺，糖。这是醋，还要放些醋。一、二、三、四、五、六。为什么醋要多放一勺呢？你在烹的过程中，它加热，醋要飞。完了，稍微的来一点料酒。看来这道菜是甜口的，是吗？哎，酸甜。咱们搁点老抽，点一点。一点点。你看，它这是金黄色了。对，干嘛用？真漂亮。这个糖醋的东西呢，必须得有盐。完了，搁一点盐。完了是生粉，生粉有劲儿。完了呢，这个有一个窍门，我们这行业管这个叫碗汁儿。
这个呢特别有准儿，都给它混合好了。嗯，尝一下，他就知道了，是吧？嗯，小小糖，小荔枝口，对，小荔枝口，您尝尝。荔枝口，嗯，哎，对对，哎，加点麻油。我就好奇这个汁儿是一会儿裹在肉上吗？对，完了把肉原料裹均匀。嗯，您说是抓炒，有那四大抓炒，是不是就是程序都一样？就是主料不一样，程序一样，口味一样，就是主料不一样。把肉放进去，哎，抓匀。哎，您先让我们看看挂在肉上是什么程度。它挂匀了以后，它看不见肉了，全是白的。就基本上您拎起来的时候，那个糊往下流，哦，对，能挂上哈。对，稍微一点面粉，它就能给它定住了。一会儿会复炸吗？又会复炸，要不然它不会那么酥脆。好，基本上全下锅了。好，我们看看现在。它下锅往一块粘，您甭理它，没事儿。等它炸碎的时候，轻轻一敲。固定以后，对，就定型以后。你看看这个声音啊，拿个盘子吧。哦哦，有响声哈。哦，好像里面有那壳一样。对对对，好像中间还是空的那种感觉。对，你要炸火大了呢，时间长了呢，它就这个里边的那肉水分就全流失了，就不好吃了。哦，还得保证里边的肉特别嫩。别把里边肉炸干了，哎，外边特别酥脆啊，才行啊。好，这种口感是最好的。准备起第一锅，现在出来的时候这声音啊，就好像这个面壳里面有很多空气，鼓鼓的。哇哦，这声音是吧？完了这会儿呢，等油温再继续升，嗯，升高之后再炸第二遍。冯大厨，您跟我们来解释解释，您这复炸的用意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它这个外酥里嫩，嗯，就特别酥脆。好，这遍的这个油的声音明显就比第一遍的声音要大很多。对，因为你在停留过程中水分在往渗透，渗透有水渗出来了。完了，对，第二遍你再炸的时候把水分再炸掉，它就酥了。好，已经变金色了，可以了，金黄色了，复炸就变成金黄色了啊，真漂亮。哇哦，特好看。嗯，完了这会儿呢，我们开始把这汁儿下锅，还有汁儿呢。炒汁儿，哦，也不用放葱姜，什么都不用放，哦。好，马上汁儿就变浓了。哎，我能先请尝一个吗？好，可以。啊，点点明油，这就下锅。哦。好，已经挂上了是吧？好快。哎呀，专业的就是不一样。阿姨，您刚才没吃，我觉得这个干吃也特好吃，是吧？干吃蘸椒盐特别香。嗯，完了呢，我们再点缀一下吧。好。啊，感觉特好吃哎。真漂亮哎。嗯。简单的这一弄，这回家也得学学。齐了，这套抓炒里脊就做好了。我终于牵着我偶像的手走进了厨房，真的是我儿时的偶像，终于和我的偶像手把了一回手。这双手怎么可以拿抹布呢？啊，太可以了！我来，我今天有点激动。跑龙套，嗯，比如演个什么匪军甲呀、五星乙啊，然后演个八路军战士啊。眼睛太小，我知道原因。对，眼睛小。不是我这。大蒜，还有羊肉葱，还有一位厨师长，真的很好吃，太好吃了。四川的酸菜鱼真不错，好吃。回家您就马上做。各位看的是中国好厨子能不能做到多次啊，啊，做的啊，不的，你是实力派的吗？对呀，就是一颗呀，小白呀，我的眼里只有你，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这儿要火，
能不演吗？哎，还可以。我是来砸场子的。小丫姐已经忍无可忍，你才见，没有这本事怎么能当威后呢？谁跟你说的呀？猪里脊肉，我们给它切成顶刀片，不要太薄，像筷子头那么厚。你要切薄了，一炸它里边的肉就干了。碗汁非常重要，五勺糖，六勺醋，做出来它正好是这个小酸甜口。炸的时候炸两遍，头一遍是为了定型，第二遍呢是为了让它外壳更酥脆。把汁倒到锅里头，这叫碰汁儿。汁熬好之后，把这个原料倒里头，一翻勺，把原料裹均匀，这道菜就完成了。太太的调味品呢，喊您回家吃饭。同时呢，太太的调味品提醒您，如果想做这道著名的宫廷菜的话，就赶快用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酸甜口年轻人特爱吃的抓炒里脊，您就可以在家做了。哎，再说口水都出来了，来吧。老爸，我也等不及啦。好，谢谢。咱甭客气了，甭客气了。太好吃了。这道菜呢？刚咬上去的时候，你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外面那层硬壳，特别酥脆，而且里面的这个肉呢，还保持它的鲜嫩。对，并且今天你看这汤汁儿，这个汤汁呢，就是我们这个行业要求的这种菜，就是原料裹均，盘里不能剩多余的汤汁，这是要求。我吃着跟那个锅包肉啊，属于同一类受年轻人喜欢的菜，我发现了。您这40岁开始进军宫廷菜的时候，也做得这么好吃，所以今天两位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热爱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对，说得太对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美食，谢谢你们。